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这个痰饮咳嗽病脉症病治第十二。记不记得我们在练金匮第七篇的时候，第七篇有谈到，哦，这个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啊，呼吸很短，病脉症。实际上这两个是非常的相关的，好，相关的。好，一开始呢，诸位看，饮，哦，有四，什么叫做饮？好，四曰有痰饮，有血饮，有溢饮，有汁饮。在介绍继续介绍之前呢，先跟诸位有个基本上对饮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呢，多多少少难免都有一点饮，这个饮就是水饮。好，那平常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多做练功夫啊，多劳力工作，多做一些运动？就是你运动出汗的话，这个饮就会排掉。这个饮从哪里来呢？可能呢，你是喝水喝太快了啊，我这个运动嘛，喝水喝太快，好隔在那个中间啊，隔一下啊，打嗝一下，实际上饮就进去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在发表，就是说你在这个台北很流行这个在室内运动啊，就跳什么健身操啊什么样子，骗人的哈。那在那个冷强的冷气间里面跳舞，那神经病嘛。因为运动你本来就应该到外面去，对不对？你怎么跑到那个冷气间里面去跳舞？好，应该要到外面去运动，就要它流汗，汗流掉以后，你慢慢慢慢喝水进去，新的水再去补充旧的水，这样才会把瘾排掉。那可能有的人呢，很骚包啊，他就我要 fashion， 我要流行，他在那个很冷强冷的空间里面在做运动，啊、哦，在做运动。那不管是用跑步机啊，什么机器，反正就在那里做运动。然后要流汗的话，就用利用三温暖，这个都不对的，啊、哦，你都利用外在的，不会自己去动。好、哦，现在台北市很热嘛，好、哦，你跑出去一下，那如果中了暑回来，你治不好，你再跟我讲，对不对？哦，对啊，这个很简单嘛。那可是人家都不去做，这些都是造成瘾病。饮的病，好，那你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饮病？好，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如果你今天得了感冒，啊，老师这个人是桂枝汤症，我们开桂枝汤给他，一剂就好掉了，这个人没有饮病。每次得了感冒就很严重，这种人就是有饮病在里面。好，那赶快就先把还没有发大病的时候，赶快把饮病排掉。饮的问题排掉，这个饮呢，水饮呢，常常停在内脏的下方。好，内脏的下方，如果是水饮的话，比如说心脏的下方，哎，好，我们的脏，中医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上方呢，动脉，讲的是阳，下方呢是静脉，讲的是阴，水会停在这边，比如说肝脏的下方，好，肺脏。肺的下方横膈的地方都会容易有饮停居在这里面。好，所以说如果要多做运动，多跑步，多做易筋经，好，让水排掉，这比较好。好，饮病呢分四个，有痰饮，痰造成的，有血饮，有溢饮，有汁饮。啊，什么意思？这个是怎么区分呢？怎么有何以为意？怎么这样子？它的区分点在哪里？这个十曰：其人素盛精瘦，随走长街，粒粒有声，谓之痰饮。哦，本来是很胖的，现在很瘦，哦，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常常有着水声，这种都是痰饮。哦，粒粒有声，随走长街，后面会有处方，我们怎么治疗？好，哦，还有呢，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饮痛，谓之血饮。病人真的是这样子感觉哦，哎，奇怪，我这喝水一喝下去，感觉到水就往肋间跑，肋骨凉肋去跑，病人就是这样子告诉你的哈。那临床上呢，看血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食老行症啊。那诸位呢，遇到这个血饮，不要不敢用药啊。我常常用，你可以叫我你食老都没关系啊。这个我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好，病人就是这样子感觉，好，所以水会停在肋骨。那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好，身体疼肿谓之溢饮。这就是四肢水肿，这喝水下去，水跑到四肢上面去了。最浅的药啊，老师，这个溢饮刚开始有一点的时候，麻黄家族汤啊，我们前面介绍过了，对不对？麻黄家族汤吃下去，
不单单可以把水排这个湿排掉，留一点微汗排掉，而且麻黄加猪汤对关节也很好啊，皮下肌肉痛都很好，好，这是益饮。所以益饮的时候我们要发汗，好，就是有水饮在积在四肢上面。还有呢，咳逆以息，好，不得卧，行如肿，谓之滋饮。这个滋饮呢，就是好，比如说肺这个水跑到肺里面去了，好，跑到那个造成呢，好，病人躺坐在那边不能平躺，好，一定要坐在那边，好，然后咳嗽很严重，好，这几种饮，好。那经方呢？对于饮病，我们的采取的观念，开的处方都是温阳来化水，要用温热阳药，来化水，温阳来利水，把水利出来，好。好，那这个接下来这个条变呢，就是。如果水在五个脏，比如说水在心脏、在肺脏、在肝脏、脾脏、肾脏，我们怎么去区分它？这个条变讲的是这个，水在心一定在心下嘛，好，心脏的下方，那会造成心下就是胃的地方，心下就是胃脘的地方，好，很硬，好。肚脐在这边，这是肋骨。好，心下就是讲这一块的地方，好，脾硬，好，心下脾硬，肩足短气，恶水不欲饮。为什么叫恶水不欲饮？因为里面已经有水在里面了。人的反应很好玩，里面有水在里面，这个水就会告诉你身体不要再喝水了，越喝水水越多，水没有办法消化掉，会让它更强。好，这个好，胃里面短气，这是心，水在心。水在心是什么？茯苓、杏仁、甘草、汤证，是不是？好，茯苓、杏仁，甘草，三味药，就可以把水排掉。那第二个呢？水如果在肺里面呢，病人会吐黏沫，欲饮水，这个常常口水怎么好了痰那么多，白泡沫的痰出来，好，同时又口渴又要喝水，好，这就是肺里面有水，这个是按照症状来区分水到底在哪个地方。如果水呢是在脾脏，少气生重，这个脾呢讲过，脾脏管的是少腹，好，所以脾脏如果有水饮的时候，这个水会渗到少腹来，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很短，因为下面这个腹部都是水，这个时候你吸气下去没有办法受纳到肾脏到小肠吐，这个就回逆，那同时呢会觉得身重，觉得病人只要跟你陈述，起码我走路全身很重，很好，不灵活，不像我们走路好像鸟在跑一样，速度很快，那如果我们去旅游，看到你走路这样子慢慢的，就是脾脏有问题。像我们跑了山路很快就是好脾脏很好，好。那如果水在肝，胁下支满，打喷嚏都会痛，胸胁苦满这个地方就到水在肝里面，这个水在肝。那水在肾，心下悸，心下就是胃，会有悸动的现象，这胃的地方会有动悸的现象，这是水在肾。那按照不同的部位产生不同的症状，我们就可以判定水在哪个地方。好像这个心下悸，我们可以用这个苓桂甘草汤或者是五苓散你看它的状况怎么样来决定。像胁下支满我用小柴胡汤知道有水在那边，我们半夏重用点半夏，对不对？水在脾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身上重，我们可以用桂枝汤加点白术、茯苓那加点利水的药就可以了。这是基本上你有这个概念。如果说心下有流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流饮者胁下痛饮，缺盆咳嗽则比较好一点。胸中有流饮的，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力竭痛，脉沉者都有流饮。这个讲了半天，就是讲的就是流饮，流饮在
胃的地方。为什么说其人背寒？就其实是实际上就是胃里面有水。这个他说背寒呢，如长大在后面，这个长大就是刚刚好就是胃的大小，啊，胃里面有水就是胃的。那这个好，这个刘颖呢，他这里是分两个，有刘颖呢，一个是心下，好刘颖，一个是心下，还有一个是胸里面，好胸中。那如果是心下的时候，就在胃的地方。好，背后，好一块，在大家在介绍小青龙汤的时候，小青龙汤呢，背后也会感觉到一块凉凉的。好，如果这个是人的背后，这是两个肩胛骨，在两个肩胛骨的中间这个地方，如拳大，好一个冷块，冷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是小青龙汤症，好。过去得到这种病的人，裁缝师最多啊，工厂里面裁那个老还有做这个老女工啊，好、啊、裁缝师晚上趴在那边赚钱嘛，工作趴在那边工作，后面受到寒气，好、啊，这都是小青龙汤症。这里讲的呢，背寒如冷如长大，就在下方这个地方比较更低一点哈、啊，更低一点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胃，好、啊、胃寒，就是说胃的下方有流饮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那一咳嗽水就会动一下，好，这就会比较好，好，水就会移开一下就会比较好。还有呢，这个是这个刚刚讲的是心下，第二种流饮呢是在胸里面，胸口胸口胸心胸腔里面有流饮，胸腔里面有流饮的时候，病人呢因为肺里面有点水，好，或者肋骨那个肋间的横膈膜这边有点水，好，这个会短气而咳。短气而渴的原因呢？好、哦，正常肺里面的津液会到我们的舌下，好、哦、会出来，好、哦、会这个嘴巴里面会有口水很多。但是你如果有流饮在胸肋这个地方，在胸腔里面的时候，这个水就水，这个是冷水在这边，就不是水，就是水之所以水会上去，是因为是水是热水气化上去的。那现在是冷水上面，当然水就没有，所以这会病人就会有。口渴的现象，好，口渴的现象，好。那如果胸腔有的时候病人四肢力竭痛，脉沉者都是有流饮，好。那大家就记得，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治疗力竭、关节痛，我们都是在把水饮排掉，把湿排掉，好。那平常的，他这里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不见得说真的是你有已经有风湿关节炎了，而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觉得啊肌肉很酸啊关节比较紧痛，好、啊，这就已经有流饮了，啊已经有流，所以你如果说觉得肌肉比较酸啊关节比较酸痛的时候，赶快出去跑一跑啊流一点汗，流完一汗你就哦我觉得身上很舒服，好、啊、酸痛都没了，就是把饮排掉了，所以这个饮不见得说是在真的在内脏，可能在四肢肌肉上面，好、啊，所以保持一定要流一点汗啊，保持流一点汗。那如果是在你住在黑龙江很冷的地方，按照《黄帝内经》来说，你比较冷的话就不要出汗。好，你住在台湾啊，住在广州啊，好到这一带，好香港啊，你就流点汗。好，所以逛街可以，采购可以，但是还是要流汗。好，要流汗。好，否则的话，你如果不流汗，就会有这种力竭，好关节就会痛。好。再来呢，有膈上病，胸膈上面痰满、喘咳吐哈、哦。痰满是一个症状，喘是一个症状，咳是一个症状，吐是一个症状。好、哦，就是膈上有问题的时候，胸膈上病人会有咳嗽、痰含涎、壅塞、呼吸很短、咳嗽、呕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你看那么多毛病哈、哦，这都来。怒气自出，眼泪好自己好这个一直出来，阵阵生润哈，聚必有浮饮。什么叫做浮饮？还流饮？浮饮比流饮又更深一层，就是潜伏在这个地方，平常都你不知道它在里面的哈，都不在。那一旦你这个得了感冒，好就很严重，
哦，哇，这个什么发热背痛啊，像如果我得了感冒，可能轻轻的一点感觉，然后我就练个易筋经，汗就发掉了。那你得到感冒就不一样，很凶哇！同样是得到感冒哈，那你可能是命要去了半条。所以你如果说知道这个人呢，怎么每次一得感冒那么严重，就是浮影啊，浮影。那我们趁着 他平常还没有感冒的时候，精神很好的时候，赶快就把浮影去掉。好，这种，所以说这种就是帮助我们判断好这个啊浮影这个病。所以现在看到这边的时候，诸位就了解了。第一种是隐，第二种是流隐，第三种是浮隐。所以最浅的就是隐嘛，好，再来是流隐，再来是什么浮隐，好，这个是最重的。好，这个地方呢，继续接着浮影说，凡夫病人哈、哦，就是比较平常呢，比较虚弱，人比较虚弱的人啊、哦，平常喝水喝了很多，哦，一定会造成这个，好、哦，胀满，就是说他这个平常这个人哈、哦，我们喝水喝多，像我就喝水，喝了半天我也不会胀满，啊、哦，大不了小便就排掉，可是他喝水一多的话，就会喘满，很难过哦。这种凡食少，吃东西吃的很少，喝的东西很多，水会停在心下，停在胃里面，严重的忌。好，这里就要诸位要有个概念了，我们吃的食物里面也有水，喝的饮料里面也有水，这个饮料的水呢是在胃里面就气化掉了，好，所以你喝了一到胃里面就散发散掉了。食物呢里面也有水，是到了小肠里面，小肠呢消化掉以后变成水，还有食物的残渣，好，再入大肠，进到大肠以后呢，好，这小肠的火再去蒸化大肠里面的水，这是食物里面的水。食物里面的水呢跑到血里面去，所以我们验血，血里面的水分是从食物的水来的，好，所以你如果吃的东西不对啊，血糖就比较高，你吃白米白面啊，血糖就比较高，因为食物里面的水会跑到血里面去，好，喝的水饮料的水就跑到三焦，好，淋巴系统，好，不一样的系统，那就跑到血管的外面。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肌肉，里面脏腑之间有很多的精液，这些都是引来的，喝水喝来的，好，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概念。你如果说吃的很少，喝了很多，哦，胃没有办法，你喝太多啦，你胃火不够，平常就是素虚的人嘛，好，像我的胃火很强啊，你这喝了几家人的水，我喝下去也不会这样子，好，那这个人本来就是虚弱的人，喝水喝很多，水就冷水就停在胃里面，严重的会动悸。好，动悸，因为上面这胃的上方呢就是心脏，好，那这个水呢，这个寒气，水是寒的嘛，不断的往上冲，好，不断的往上冲，病人就会有动悸的现象。微者短气，好，就是比较轻微的，就是呼吸，因为胃中里面太冷了嘛，你呼吸下去就出来，呼吸就出来，就没有办法呼吸得很深，好，如果脉又出现弦脉，好，就是里寒很深，这种呢都是大夏后里虚脉偏弦者隐也，只要看到弦脉都是隐病。好，这个大夏后里虚，如果是体格很强的人，你便秘，好，那我们把你清出来以后，你胃气就回来了，这个大夏后不会里虚。有的人大夏后会里虚，那长期的便秘，那身体又不好，好，又挑食，哦，这个好，不像我们什么都吃，我们不会说啊挑食，那他就身体没有我们那么强。一大夏以后，身体胃肠胃里面的虚，啊，因为我们大夏我们用的是，比如说用的是大承气汤，哦，或者三黄泻心汤，都是寒凉的药。这个时候胃里面里虚，那胃里面里虚以后，再喝了冷水，又喝了很多，又停在胃里面去，哈，都会造成隐病的源头。好，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肺饮呢，不血，饮病如果在肺里面摸不到血脉的，好，但是呢苦喘短气，呼吸很短，好，这个好，很急促，好，肢饮呢也会喘，但是不能卧，所谓不能卧就是在肺里面有积水了，当肺里面有积水的时候，你平躺，一躺平了以后，那个水会回逆上去，回逆上去以后呼吸会更短，那就必须要坐起来比较舒服，因为你一坐起来的时候，这个水又跑到肺的下方去了，那你如果一躺下去的时候，肺那个水就往肺里面冲，那就会喘息咳嗽的很厉害，所以必须要坐在那里会比较舒服。好，那你不用去担心他这个不知道，病人的话人很奇怪，人会自己去调理的，他肺里面有水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不能躺下去啊，他一定要坐到那边，所以你不用等他只要过来，医生呢，我这个咳嗽都不能躺下去，你就已经知道他有积水了，好，就知道这个。如果是不能平躺，再加上呼吸很短，其脉平也，这都是有滋饮，好，滋饮。如果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好，痰饮不管是痰饮还是水饮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温阳利水，好，用温热的药来治疗它，好。如果心下有痰饮，好，诸位看这里，胸胁之满，募选苓桂竹竿汤。这个苓桂竹竿汤我们在伤寒论有介绍过了，现在又再出来。好，心下就是胃里面有痰饮，胸胁有之满。好，我最平常用的一个概念，好，这个我跟老外怎么解释哈？你这个老外说这个阴阳五行，这个表里虚实寒热，他怎么怎样？对，好，我说你到法院去，你看到有个天平在那边，哎，对啊，我们知道，这大家都知道，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语言跟他看病嘛哈。我们如果一个人，病人跑来找你，医生啊，我头昏得非常厉害啊！医生都告诉我，我中耳不平衡，里面那个有发炎，内耳不平衡，所以我这个头昏。好，那我就问他，那医生跟你讲了半天，把你治好没有？没有啊，我还是头昏。好，所以我说，那你找错医生了吗？头会昏的原因呢，是因为你把这个 symbol 这个标志，好，法院的公平呢标志，把它放到人体上面来，这个基座呢就在横膈膜的地方，当我们有水饮停在横膈膜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水一个晃动一下，上面就会不平衡了。所以你看到上面这两个不平衡，实际上是坐基座有问题。所以中医呢，治疗中耳不平衡、头昏眩的很严重，我们是把横膈上面的水排掉，它就好了。好，所以苓桂竹竿汤就这样来的。茯苓桂枝白术，你看这三个药等量，好，甘草二。我们用桂枝，是不是温药？白术祛湿，茯苓祛水，甘草。好，所以辛辣的药，辛甘。辛甘发散。这两个药合在一起为阳，所以当我们把桂枝跟甘草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阳药了。这就是神农本草经，哦，我们要去谈神农本草经。你如果说酸味的药，哦，苦味的药，两个药配在一起的时候为阴药，哦，白芍呢味道是酸的，哦，你如果拿白芍拿起来闻闻看，你不用去舔，闻那味道你知道好像醋，哦，酸味的，你的白芍没有酸味，那个是假白芍，哦，我不晓得你从哪里来的，白芍本身是酸味，哦，酸味。那你白芍，老师我说白芍如果配合这个庭栗子很苦啊，黄芩黄连很苦啊，就是阴药，哦，那人体整个从头到尾就是如何调和阴阳嘛，哦，不管我们是得了什么病，就是如何去调和它阴阳，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的
最极限的啊、哦，极限。所以到了很高的时候，诸位呢很简单的药，两味药、两三味药就解决了，啊、哦，就好像我讲那个病人的阴虚阳阳药入阴，好麻疹，好、哦、或者是那个高热的那个肺炎，我们会用到黄芩跟白芍，啊、哦，一下就把热推掉，啊、哦，就是利用它的阴药，而不是利用它的阳药。这里就是温阳利水，好、哦。那苓桂竹竿汤呢，临床上用了很多。好，因为它能够行胃阳，好，又能够行阴，这个心阳，心脏的阳，好，心脏。所以说，像病人有我们遇到病人呢，有神经衰弱，神经衰弱的我们会用到苓桂竹竿汤，苓桂竹竿汤。还有呢，心脏肥大，好，心脏呢动悸很严重，心脏不跳的速度很快，好，或者心脏肥大，好，这个是。还有呢，精神病患跑出来哈，跟你说，这个我头很昏，你看到病人在那边好走路的时候一直在晃，好没有办法站得很稳，都是好这个苓桂竹竿汤症。病人呢，还有过去呢，我们治疗耳聋，耳朵聋掉了，好，但是他的表症呢还是晕眩的很厉害，都是苓桂竹竿汤症。好。这是横膈膜里面有水，好产生的晕眩。这四味药呢，如果说你茯苓开桂枝各白术各三钱，甘草两钱，好，你用水的六碗煮成三碗，好是一三餐饭前，好各一碗，小便通利出来就好了，好。那后面呢，你看短气有为饮者，好当从小便去也是。苓桂竹竿汤，那肾气丸也煮也可以治疗它。好，那金桂呢的肾气丸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加上肉桂跟附子啊，肉桂跟附子。那这种身上有一点微饮，好微饮，桂附呢本身就是温阳的药，好阳一热起来水就排掉了，好，所以你肾气丸也可以。那这里呢，因为肾气丸方子好见到。我们会见到妇人偏杂病的时候，我们会介绍到，所以这里我们暂时不谈肾气丸，好，到介绍到妇科的时候，好，我们再跟诸位详细介绍这个，好，这个桂附八味丸的好方义，哦，所以苓桂竹竿汤非常好用，好，那这种昏厥呢，像你用的，比如说晕车、晕船也可以用，好，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苓桂竹竿汤吃下去以后，病人还是恶心想吐，好，苓桂竹竿汤跟五苓散，五苓散也可以治疗晕船呕吐，唯一的差异在哪里？五苓散是病人渴小便不利，所以我们是利水用的。好，比如说这个有个人呢，好中暑，那本来我们的流汗流得很凶，可是他这个人呢，本来毛孔就很小很细小，那可能一般来说毛孔你们注意看好，所以会算命不错，他这个八字哈。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啊，一月二月的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出生的。然后出生的冬天不单单是冬天，也不在台湾，出生在黑龙江有没有？或者是北美，或者是加拿大，很冷的地方，又在冬天生的。这种人生下来天生毛孔就很小。好了，那有一天到了南方来，到佛罗里达来玩，结果呢，佛罗里达 sunshine state 啦，太阳很大，一照射它很热，这个水跑到皮肤表面上面又没有流汗出来，跑到皮肤表面上以后又。它里面很热，那个水又回不了头，停在那个皮肤表面上面。好，这个时候小便也不出来，因为表啊，那这个水在上面，小便就不利。那中焦肠胃里面没有水，病人很口渴，口渴呢又小便又不利。哦，照理说你口渴，你喝水下去是不是小便就出来？那他口渴啊，他就小便又不利，这是五苓散症。所以如果说病人不适合发表药，比如说你看这个病人，你开了麻黄桂枝下去，天哪，他一滴汗都不出。好，那你就记得这个家伙，下次你跟他说用小便解，同样的发烧感冒开五苓散给他，他不是病哦，因为他天生就这样子嘛，啊，你不能跟他说你下次生在南方，对不对？这个他已经生了嘛，好，已经是正好毛孔天生比较小，好，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五苓散，好，所以五苓散的时候我们要水肿啊，小便不利的，那这个苓桂竹竿汤没有，就是昏眩，好，昏眩同时胸胁滞满，会感觉到胸肋这边很胀满。所以胸胁滞满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是基座上面是平衡的地方，好，平衡点的地方。
病者脉浮，就按他的脉沉在底下，好，脉浮。如果这个浮脉沉在底下是很细而且复古，那是积脉哦。它这个脉是浮沉在底下，沉在骨边，你一按它就没有了，就叫浮脉。其人呢，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呢，心下蓄坚满，这是流饮欲去故也。肝随半夏汤。好，诸位呢，要你要什么时候用肝随半夏汤，什么时候用石枣汤，你要问我最清楚，因为我常常在用。好。我有一个病人呢，跑来，小姐长得很漂亮，哦，这个瘦瘦小小，你看她是瘦瘦小小哈、哦，咳嗽，在我面前就不断咳嗽，好、哦，那咳嗽咳多久了？哦，咳了好几年了，哦，气喘了，一直气喘二十几年了，好、哦，然后咳嗽是伤身，伤身就是，好、哦，我发个声音你听听看，比如说我们咳嗽有几种。胸腔里面有浓痰，对不对？是抽烟啊。好，那如果是水，咳嗽是散开来的，上升。啊，我们宫商角徵羽嘛，哈、哦，上升。一摸他的脉是血脉，知道是水。然后病人的呈现的症状呢？好，他说，我就摸他的热，说你。胸肋会痛，他对，他说我呢感觉上身跟下身是分开来的，我是两个人，上半身一个人，下半身一个人，中间呢一个东西梗到，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是就是难过了二十几年，哦，石枣汤症吗？对不对？看看这个小姐那么瘦小，石枣汤，开一剂八颗，大概一钱的量，就吃下去啊，好像有好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排掉，剂量不够。你看看那个，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哦。石枣汤我们在用的时候，后面介绍到石枣汤，我再跟诸位讲剂量如何。他水一清掉以后，他才吃一剂，给他吃一剂啊、哦。他第二天来的时候，他说：“哇，我二十几年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可是呢，吃完了药以后，我很奇怪，我也感觉到说，我只要喝水，水就回到胃里面来，就是这里讲的。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蓄坚满。我们把它清掉以后，它上吐下泻，不是自利吗？但是利完了，水还是在那个地方，又跑回来，这就是有流饮还在里面。所以它又跑回来胃里面，在胃的里面一直在累积水的时候，我一看，把它改成肝随半夏汤。好，如果我们严格来区分的时候，石枣汤是在肺底下有水，病人不能平躺，一定是坐在那里。肝随半夏汤呢，是在肋间里面有积水，肋膜的地方有积水，好，让你区分，这样你会比较好处理。所以肝随半夏汤呢，病人还可以躺平；石枣汤病人不能躺平了，这是帮你区分这两个的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好，那这里肝随半夏汤呢，好，这个诸位呢，剂量呢，一般来说。一剂的剂量，肝髓是一钱，啊，肝髓是一钱，半夏呢两钱，啊，两钱，那这个用芍药呢也是两钱，好，甘草呢也是两钱，那这几味药呢用水两碗水去煮成 一碗，把好煮成把渣渣去掉，然后再放蜂蜜。好，两个混在一起，再煮成一碗，就是这个煮法是不是跟乌头的煮法是一样？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蜂蜜来煮这个，哦，肝髓半夏汤才是真正的肝髓半夏汤，就是原方是这样子。好，好，那这个病人吃了这个药以后，有肝髓的药，病人一定会吐泻，同时来。好，那这个蜂蜜来煮，蜂蜜可以解肝髓的。毒哈，肝髓的毒，这个肝髓啊，圆花、大戟都是很凶的药啊，很凶的药啊。但是呢，如果这种病人呢，如果你没有用到肝髓半夏汤的话，这个病不会好的啊。所以肋间，这个在肋间有积水的时候，肝髓半夏汤开给病人，这个药开出去的时候，就会一剂一剂的开，给他一副就好了。
啊，你不要给他说啊，老师他住得很远，给他三副，哦，那、啊、吃这个太过了，好、哦，太过了，这个哦，这个不好，好、哦，这是留影，好、哦、用的，好、哦，你看这个处方，你说用百草厉不厉害？好、哦，他这个处方怎么来的？利用百草。在肋骨的地方，我们那个肺的下方，我讲过了哈，肺的下方，任何的脏的下方都是阴，所以你用白芍这个酸收的药，白芍一下去，等于是这个里面很多好像海绵一样，白芍一下去，好像把那个一挤，那水就跑出来，又会用白芍，因为后面还会很多哈，很多地方用到白芍，然后他就不用桂枝什么的，他就用白芍。因为白芍酸收一挤，它水出来，出来以后呢，这个加上这个半夏，好，半夏利水，然后甘水把它整个通通导出来。那怕甘水呢，半夏利水的药很强，造成胃里面肠胃的津液没有了，放甘草下去，那处方就这样来的。好，所以诸位呢，一用处方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如何用药来搭配起来，来调和病人的身里面的阴阳。当你把病人的阴阳调和到正常的时候，病人就病就好了。所以一定要知道什么药叫做阴，什么药叫做阳，什么药跟什么药配在一起是阳药，什么药跟什么药配在一起是阴药。好，一定要知道这个，这就是技巧了。好，那我们经方家这样讲，温病派没有这样子啊。啊，温病派反正都是滋阴啊。好。好，我们。接着下来呢，看脉浮而细滑。这个石枣汤的时候，脉好，速到你一摸上去很细啊，那手上摸到脉好，摸到脉是这样的，非常的细，然后脉会这样，速度很快，动得很快。好，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经验很多，诸位只要看过几个就会了。我摸病人脉一摸，已经石枣汤已经讲完了。那你不能说病人也什么都不问，石枣汤开完，病人就说你这个医生很差。你没有问我其他，你怎么知道啊？因为经验多了，可是呢，你还是要假装一下，好，帮他检查一下。我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好，那从脉可以得到，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是伤与隐。按照《伤寒论》的定义，石枣汤症怎么来的？是因为病人被误下，本来是伤寒啊，我是麻黄汤症，那便秘对不对？那按照《伤寒论》的原则。有表证兼有里证的时候，我们先解表再去公里，对不对？那一种情形是医生开错了，一看，哎呀，你这个便秘，我大吃一汤，还没有注意到他有表证在这边。还有一种情形是病人自己造成的，去买个便当，便当是坏的，或者吃了死猪肉，对吧？诸如此类的，结果上吐下泻，他本来不想泻的，就吃坏东西泻掉了，变成误下，也等于是误下。结果呢，表邪表的寒邪下陷，从表皮肤上，好，本来是。麻黄汤症，这个水呢陷下来，陷到好肺的下方，造成好肺跑到肺里面去，也是石枣汤症的来源。好，所以脉悬数，悬是水啦，好数就累积在里面。有寒饮，冬夏难治。好，冬天夏天你用石枣汤开的时候比较难治，那难治不能说你说老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等到春天秋天再开石枣汤，你都没有那么糊涂嘛，哈。只是它只是比较难治，并不是说不治啊。好，你千万不要可以等到说我要等，一定要等它到冬天到夏天再去治。好，这也不对。好，那冬天夏天不好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石枣汤开出去的时候是温阳利水的药，那你冬天的时候是寒啊，好，表面有寒，那你在里面清它，好，外面寒水会再回来，比较容易回头，比较不容易根治。夏天呢太热了，你如果温阳利水的下去，外面很热，里面又很热。好，都不是很适合的时机。好，那脉呢比较沉，好，比较悬，就是里面有水嘛，好，悬饮内痛，好，这个是石枣汤症。好，那继续介绍，因为这个汤很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些利水的药？比如说你在治疗肺癌的时候，它的状况都很好啊，哎，突然一下肺里面有积水，你要瞬间把水排掉啊，那你在里面怀疑犹豫。你怀疑犹豫的时候，这个水会滋养癌症，一下癌症就扩散了，所以你要瞬间一下把水排掉。这个石枣汤进去的话，三个小时以内水就全部清光光了。好，清光光。那后面剂量还要怎么用？好，我们下车
明天来跟诸位介绍。好，为了避免身上有留影，对不对？留影哈，有影都不好。好，第七个动作呢，是脚手要一起动。好，我们平常脚是摆平的，腿是这样，对不对？这第七个动作拉的时候哈，因为有关系的桥脉跟阳维脉，那你往后一往后仰的时候，脚要往上提。好，脚要往上提。什么叫往后仰？这边做给你看，这个就不像前面这样子停在那边哈，下半身还是绷紧，手提上来以后转过来，往后撤出去哈。好，吸气，看到没有？知道我意思吧？看过。好，身体这样往后拉一下，好，脚是往上搬，好，身体这样，好，对，第七个动作，连续做49下，好，做49下，知道吧？好，脚，你看那个脚，有没有？后面绷紧，好，练功夫要一点慧根，好。石藻汤就是我们很有名的治疗悬影的方子。我们再稍微给大家回忆一下石藻汤的当初在伤寒论怎么来的。就是你得到伤寒，太阳伤寒，我们在太阳的时候有三症：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如果遇到是太阳中风，是桂枝汤症，你误下的时候不会变成石藻汤症。太阳的温病，有葛根汤症，你葛根汤症误下也不会成为石藻汤症，只有太阳的伤寒误下变石藻汤症，那门打开，啊，那所以是太阳伤寒，是因为伤到于寒，所以寒水渗。这个时候寒水一渗的时候，你一攻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人体，好，表寒。表呢被寒束到，这个时候当你的肠胃里面食物很多，功能很好的时候，这个肠胃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抵抗力。由于我们肠胃里面有抵抗力，所以可以把这个病毒呢顶在皮肤的表面上，那病毒在这边，在表面上成为相抗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麻黄汤症。所以病人呢无汗恶寒，身如有时候如鞭痛，好像鞭子打的那种痛，好，肌肉很痛。那如果你攻下，哦，你应该是发表，结果你错了，一攻下以后寒就进来，一进来以后停在胃里面，悬影，就是石藻汤症。好，那这个地方讲的石藻汤症呢，一样，好，哦，这个石藻汤症最主要是长年累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病人呢，啊，哦，咳嗽气喘一直没好，哦，我们医生有一句话，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有一句话，叫做本省话叫做医书加底少，好，就是好，我台语还好吧，好，因为台湾生的嘛，好，就是医生都怕治疗咳嗽，所以咳嗽如果久治没有好，一直治还是没有好，这个瘾没有去掉，成为悬瘾，好，成为悬瘾。所以我们平常人有瘾在身上，最简单的诊断方法，老师你怎么知道他有瘾呢？很简单嘛，一看它是桂枝汤症，你桂枝汤吃下去它就好了才对，结果桂枝汤吃下去没好，它还有瘾在身体里面。那瘾就现在分几种，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个。那遇到悬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这个肺底下有水，只有一种方子，唯一的方处方，没有第二种处方。那你如果说老师肺里面有积水，我们给它抽出来，你拿针管去，你把它抽出来以后水还是回来你再抽，好，那就没事，就三天两头跑医院了。好，抽了哪一天你到医院去感染到了 AB virus， 对吧？感染到了，啊，就走掉了。好，要不要抽？不用抽。石藻汤攻出来的时候，如果清完了它就不会回来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会要第二次第三次。为什么？因为太久了以后，你把这个肺里面的水排掉以后，它水又慢慢慢慢回来，因为习惯了嘛。好，里面可能有空间，所以你再排。好，那这种汤剂呢，这种菌剂我们都用粉剂，好，那这个控制的量，你看哈，这三味药呢把它打碎哈，来水来先煮红枣，红枣是用煮的啊，然后呢
再放药末进去来吞，药末是生用的，好，生用的。剂量我们怎么算？石膏汤里面的圆花、甘遂跟大戟，甘遂跟大戟是比较重，值比较重，所以呢，这三个加起来是一钱，三个加起来是一钱，好，所以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这是等份。那放在那个药的那个钵里面，我们打到钵里面看的时候呢，圆花就量就比较多，因为圆花最轻。好，那甘遂啊、大戟比较重，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圆花会比较多一点。好，因为你都是三分之一钱、三分之一钱、三分之一钱嘛，哈，加起来是一钱，然后打碎、打成粉，好，然后呢，要一吃吞这个汤剂呢，一定要有红枣，那红枣呢去煮。你说十枣，因为就我老是我就算十个红枣，哪那么固执，对不对？好，你十个、十二个无所谓吧。好，你要喜欢吃红枣的话，就十五倍无所谓，没有一定那么固定。好，那由于是用红枣来煮，所以这个汤剂呢，又名朱雀汤。好，朱雀汤。好，大家到我诊所临床的时候，我就看到朱雀汤的堂主就是我。好，我这个红枣就住在南边。好，所以我是天火同仁的位置，那就是这个药要我来管。那这个一剂下去的时候，你用红枣，因为这个是很强的强碱，吐得很厉害，所以你用红枣下去的时候，红枣汤来吞这个粉，红枣会把胃保护得很好。那一般来说吃的方法呢，平淡，早上呢清晨六点钟起来吃，好，不下着明天再吃，加重一点，好，得快了以后弥粥之养。这个你一天吃一次，如果没有吃了一次以后，吃完以后应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开始上吐下泻。那如果是完全没感觉，就不要吃了。第二天呢，你把它加重，再加个半钱进去，代表剂量不够嘛。这样子，张仲景要写的意思就是告诉诸位，这个药很强，最好最高明的医师呢，处方是恰到好处，不过也不可以不急，不急的话你手太软，铅笔不够力。开的剂量不够，好，那水没有完全排掉，好。那一般来说，病人吃完以后呢，这个你们要学会，以后诊所我们开处方的时候，就你跟诊医师跟病人讲，我就不重复讲，不然每次讲好累。好，你叫病人呢，我们平常哦，这是墙壁，这是洗手台，好，洗手台，好。那你如果你的抽水马桶一般是马桶在这边呢、啊、好，抽水马桶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坐在这边，对不对？洗手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平常这样坐在，对不起，石膏汤呢你跟病人说侧过来坐，好，就是脸在这边，身体的头脚对脚，两只腿在这边，就面对着这个坐了，也是坐这边，好，吐泻一起来一起发生的。如果你是直的坐，吐来不及吐还是跑到外面来，泻来得及泻就要侧过来坐，好啊，速度很快。好，你一般来说，你开始吐的时候，一般从差不多八点钟，哦，有的时候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两个小时，大概要吐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以后就症状就去掉了，所以这个药在身上超不过三个小时，偶尔有的时候呢，这个下去，哎，病人没有感觉啊，好，就要隔天再来，好，那有一次呢，我一个这个是我们好也是朋友，也是老病号，他什么感冒，小到什么感冒什么都来找我，连手指头破个洞也来找我，哦，他绝对不吃气啊，这个老外很可爱。就有一天来了，哎，我一查，他说我不能躺下去，哇，哦，好难过，一直咳嗽。我一查石膏汤针啊，他得什么石膏汤针啊？又没有，都是我是他的医生，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把他搞成石膏汤针啊？对吧？可是他看的是石膏汤针啊，哦。先解救急嘛，好，就开石膏汤给他吃，哎，吃完以后，我说你给你一剂吃完你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吐啊？怎么样？第二天来，哦，完全没感觉，我再给他一剂还是一样哦，不对，我就跑到药房去，因为那个药房正好在交接患者，这个新那个药房来了呢，石膏他就把圆花、大戟跟红枣混在一起，变成一钱，那这个就变很少了，就根本没感觉。当场被我臭骂一顿了，你这种草菅人命，交接的时候没有交接好，然后我重新配一剂给他，一剂就全部去掉了。
它就好了。好，所以配处方一定要正确。好，这个红枣跟外行人不懂啊，外行人就叫红枣嘛。好，实际上红枣只是保护他的胃，因为上吐下泻以后，为预防他的津液伤到，好，所以会用红枣来汤，红枣汤来吞服这个紫枣汤。好，这个血饮内痛，痛在内痛就痛在哪里？痛在两肋这边，好，胸肋这边，好，这两边都会有。我们这个接着看意饮，刚刚看到血饮啦、啊，诸位知道，哎呀，我们很多饮，对不对？饮就是身体里有停水，水停在身体里面。什么叫做意饮？意饮就是说，这个水跑到四肢上面去了，好，水肿到四肢上面去了。前面大家学过，如果你是四逆，你还非常的肾，心脏功能、小肠功能不够，产生了四逆症的时候，全身是寒逆的，这个时候水肿。那个时候是刺丸，对不对？是不是刺丸？那是极寒的。这个呢，不是，但只是意饮。好，手脚肿起来，哦，身上浮肿起来，哦，这个意饮的时候，病在表，我们是不是发汗，当发其汗？这个跟那个刺丸不一样哦，你不要拿刺丸就发汗哦。那个，你心脏不够，你要给它发汗，不是？这个一定要发汗。好，那这种呢，发汗的时候有大青龙汤组织，小青龙汤也可以用。好，诸位注意看这里哈。这个汤方在伤寒论都介绍过了，跑到这里的时候又出来一次，有原因的。麻黄用六钱，你用六两就用六钱。桂枝、甘草两钱，生姜三毫，杏仁啊、哦，我们一般的杏仁跟麻黄是等量，所以你桂枝、麻黄用六钱的时候，杏仁就用六钱。你只要记得我的话，杏仁跟麻黄两个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两个。等量的时候，你再重，麻黄都不会出问题，青龙绝对不会出问题哈、哦。因为麻黄本身是发心脏发那个肺，那有杏仁在里面堵墙它，所以你不会绝对不会津液伤到，绝对不会伤到津液。好、哦，所以它是麻杏甘石汤加了桂枝生姜红枣，就是大青龙汤。这个处方里面呢，大青龙汤我们麻黄用重用麻黄，因为发汗的时候，好、哦、大青龙汤麻黄呢是在皮肤表面上。好，能够把汗打开来。用小青龙汤的时候，好，这个麻黄就量就没有那么大。那这个大青龙汤我们煮的时候一样，先去煮麻黄。好，过去呢就在一定要，你看所有的伤寒和金匮都是先煮麻黄，再去跟其他药煮在一起。现在我们开处方的时候没有那么麻烦了哈，我们就把麻黄量减少，比如说减了六钱，我们减到一半，然后直接就跟麻黄的桂枝丢在一起煮了。哦，省得再去先煮麻黄，对吧？万一个病人搞错，哦，所以我们很怕病人会弄错，哦，尤其是中国人会弄错，老外也会更会弄错，哦，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就把它量减掉，原因在这里面。实际上你真正在用处方的时候可以加重，没有原方就是这样，没错，原方的麻黄剂量一定比桂枝多很多，哦，才吃所谓的正大青龙汤，标准的大青龙汤。那大青龙汤在伤寒论的时候，张仲景出这个方子的时候是。食疫好，就是瘟疫好，像我们这个不那个鸟这个好 bird flu 啊什么好，瘟疫病的时候哦，当时呢我们就有两种处方，一个是病在表，我们就用大青龙汤，还有呢这个还有一种瘟疫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用五苓散啊，五苓散也是很好治疗瘟疫的处方。所以如果我们遇到病人，如果是瘟疫，同样是瘟疫，但是我们不管他，你不要听到瘟疫就吓到了，对不对？你听这个渴小便不利，五苓散，这个意饮全身浮肿起来。病在表上面，大青龙汤下去，哦，这 bird flu 就去掉，哦，不需要去那个八角，那个药厂拿了八角去提炼出来，哦，把中国的东西拿很便宜拿到那边去，然后提炼出来再卖回中国，再卖好几十倍价钱回来，这是很不道德、很缺德的，好、哦，好、哦，一定中间一定有人帮他们，这个帮他的中国人都是混蛋，好、哦，这是意淫，好、哦，那。那个后面说汗多者温粉扑之，好、哦，为什么？就是你如果发汗发太过了，好、哦，他就说你可以铺点粉上去，把那个收了那个皮肤毛孔给它收敛住，啊、哦，收敛住。那你喷温粉的话，你说这个老是温粉的话用什么？啊、哦，过去呢可能用的就是一般面粉啊，啊、哦，或者是一般的米粉，
啊、哦，用米磨了粉之类的。那现在你又说是老师，我可以用那个什么痱子粉啊啊什么粉都无所谓哈、哦，最主要是把毛孔收起来，好、哦、怕汗太发汗太过，好、哦，好、哦，所以这个异饮呢，治疗的方法就是要汗解，要用汗来解，好、哦，再来呢，小青龙汤也可以，好、哦，他说，那老师那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那老师大青龙也可以，小青龙也可以，那我异饮的话。好，手脚肿起来，那我到底什么时候用什么？大青龙汤很简单，你看它，把它舌头拿出来，因为它里面有杏仁石膏，里面是热的，肺里面是热的，所以舌苔一定是黄的，病人会有口渴。好、哦，大青龙汤的人呢，没有胃口，小青龙汤呢，里寒，就所以我们用寒热来分，最清单最简单，外面是寒的，里面是热的，大青龙，外面是寒的，里面是寒的，小青龙，啊、哦，所以小青龙是肺里面寒的。所以呢，麻勺将军桂附草拌，诸位看，麻黄芍药干姜细辛，啊，桂枝我也是甘草拌下。那我们会用到干姜跟炙甘草，肺里面是寒的嘛，哦，用五味子的，五味子的药很好玩，五味子是酸收，味道是酸，哦，收敛。那我能够降气，降这个逆气，好、哦，气会冲上来，我们用五味子。半夏呢能够去痰，好，所以小青龙汤是专门遇到肺加寒症，那有表寒的时候使用的，好，所以异饮只要看到异饮，好，它都可以用发表的药，那如果只要是肺寒，我们用小青龙。那这个汤方呢，一样先煮麻黄，好，去再把再跟其他药混在一起煮。这里呢，麻黄为什么去结？好，这个结能够炼汗止汗，麻黄的身呢，身体是发表的。麻黄的结呢是收汗的，好，所以要把结去掉。所以你如果进麻黄来用的时候，把麻黄打开来一看，就袋子里面看不到麻黄结的。麻黄像小竹子一样，一根有结的东西，它结都剪掉了。好，所以那个比较这个品质好的麻黄，就是看到一根跟身体一样，好像个绿绿青碧绿色、青绿色那种啊针状的样子，就是麻黄。好，这个好异饮啊，好，所以两个处方，因为两个症状，好。再来看这个滋饮，隔间滋饮，这个处方呢很特殊，好，在遇到的时候，哦，你一句就中了，哦，一句就中了，好，很特殊的处方。这个滋饮呢，这个处方木防己汤呢，我们过去呢，我在临床上遇到病人很多气喘，兼有心脏病的，哦，这个木防己对心脏病非常好，还有平常瓣膜有问题啦，好，哦，这个。哦，还有这个人肚子肿大，肚子肿大呢，又不是肝也没有问题，脾脏也没有问题，肾脏也没有问题啊，就是肚子肿大，是心脏有问题哈，哦。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用到，好，哦，所以这个木防己汤呢，也可以看到腹水，肚子积水，哦，但是主要的症状是什么？脸是黑的，面色黧黑，面色黧黑的好，哦，原因是这样子哈。哦，隔间有滋饮，在胸膈旁边、肋骨旁边有滋饮，其人喘满，心下脾硬，在心下就是胃的地方，这个非常硬的地方，硬硬的啊，哦。那你们很容易会辨认错误。那老师啊，肝癌的病人、肝硬化的病人，还有胰脏肿大的病人，腹部、心下的地方都非常的脾硬，哦，好，这个很不容易区分，它也是一样，心下脾硬，心下脾硬。那面色黧黑，我们脸上的颜色、气色呢？就是胃气之所在，那胃气所在的时候，脸色是黑的，啊，你如果是肝癌、肝硬化，或者是脾脏肿大，这个是暗黄，不是黧黑的，暗黄，好，所以他，然后你问这个人呢，他这个面色黧黑，你问他，啊，你胃口好不好？哎，我很好啊，很饿，肚子想吃东西啊，那为什么脸是黑的？这是水，好，因为。胃跟肾脏的关系是这样子，好，肾呢有肾阳，这个肾阳上来的时候哈，会推动胃，所以。我们胃气在动的时候，脾和胃这两个脏哈相表里，这两个肾脏的阳呢，会让土这个土的阳很旺，
所以这两个是相通的，是相通的问题哦。好，那在我们在五行上面来说的话，这是土，这是水。所以如果小便、小肠、哦、膀胱里尿液喷射出来是要靠小肠，并不是靠肾脏的阳。好，肾脏的阳，肾脏功能很强的时候，胃、肠胃的功能就会很好。这是土和水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慢慢进入这个啊、哦，比较更深的中医的身体解剖学。哪一天你的肾阳衰竭下来不够了？好、哦，就阴出现了，胃还在这边啦、啊。好、哦，那阳不足的时候，阴就会泛上来。所谓阴，就是肾脏的营养。我们东西吃到胃里面去以后，不管你吃的是日本料理，好、哦，吃的是牛肉面，吃的是米粉汤都没有关系，吃的是泰国料理都可以。所有的营养经到了胃里面以后，哈、哦，经过我们小肠的消化掉以后，分成五种营养。这五种营养呢，先要交给脾脏。由脾脏，脾是总统，统一来分配，白色的给肺，红色的给心脏，黑色的给肾脏，青色的给肝脏，黄色的你就留在脾脏，所以脾脏来决定营养，好分均。那当你的肾阳，我们身上有肝有肝阳，肺有肺阳，心有心阳，脾有脾阳，肾有肾阳，那这是每一个脏都有阴阳，阳什么叫做阳，就是固表固住它，所以当你脾脏把黑的营养交给肾脏以后，因为肾脏阳很够，这个黑的就会乖乖的待在肾脏里面来滋润肾脏的功能。那肾脏功能很好呢，头发就会长得很好啊，头发的发质肾脏在管，耳朵的听力肾脏在管，对不对？你全身的骨头肾脏在管，你的牙齿肾脏在管，你的记忆力肾脏在管。你说我要当美国总统，你肾脏在管，对不对？那你还是肾脏不行的，我什么都不想干，好，意志都没了，好，野心没了，好。那头发也干掉了，好，那耳朵也听不到了，好，那骨人也弯曲了，驼背了，好，骨头也不行了，这都是肾脏。那当有阳的时候，营养在里面，营养不外泄的时候，你骨头当然很好啊，耳朵当然很好啊，听力当然很好，头发的发质也很好。那肾阳不够的时候，阴就会外泄，所以那个阴外泄的时候，第一个就会跑到脸上面，所以什么颜色都会跑到脸上面来，因为脸是诸阳之会，头啊。没有阴经，只有阳经，所以你阳没有的时候，就跑到脸上面去。所以中医的望诊是对的，所以你一看那个人脸是黑的，附水木防己汤。如果是暗黄的，是黄，不是他那个不是黑，是暗黄的哈，是肝硬化跟肝癌那不一样。好，这个黑的跟那个黑猩猩一样跑出来那个脸，好黑猩猩一样。啊，胃口好不好？还是肚子饿，还是想吃东西，但脸就是黑的，肚子大，哦，肚子木防己汤症。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哦，那这个人呢有隔间之隐，因为在胸膈中间有水引停在这边来，造成这个呼吸肺没有办法下降嘛。好，肺是肾之母，肺要下降到肾脏来，肺的阳要下来，才肾脏得到肺的滋润以后。肾的阳才会旺，所以我们呼吸练功夫要深呼吸，为什么？就是要好天阳能够下降到肾脏里面。那其人喘满，因为有支引梗在胸膈这边，有支引梗在胸膈这个地方，所以肺气没有办法下降回逆的，当然会喘满。那心下脾硬，好，心下这一块非常的硬，非常的强硬，好，硬硬邦邦，你摸它就可以摸到硬硬块一样，好，面色黧黑。这是肾气好跑到脸上去，脉沉呢，沉代表病在里，你只要摸到脉是很沉在下面的，病在很深的地方。紧就是寒，寒的时候哈绷得很紧，好，就好像我们临床上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风湿关节，手拿起来的时候，你看他手头关节一个硬邦邦的、冰冰的，好像那个死人的手一样。好、哦，他不能握拳，他只能这样子。我们握拳很简单，对不对？他不能，他都是握不下去了，紧，就是里面有寒，里面有寒。好、哦，那脉也是有紧，好、哦，得知数十日很久了。好、哦，那医生呢，不知道他是里寒啊，用吐啊，用下都不好，吐法下法都不好。我们中医治症呢，三个汗法、吐法、下法。
病在表，病在上，我们用汗法，对不对？好，用兔法的病在中膈，在上，在胸膈的上方，我们用兔法；而病在下，我们用攻下，好利尿或者是排大便，那都不会好。好，这个时候就是用木防己汤。虚者呢，就当场就好了。你看这木防己汤，木防己的桂枝、人参、石膏，还有好这个这几味药，为什么这个我们用那个这个石膏？好，这个。人参和石膏，石膏是去热的，好，人参是补虚的，这两个会放在一起，好，原因是什么？哈，诸位看，中医认为说，哈，我们人啊，久病会有两种情形，一种必有瘀，就是唐龙川，好。暑天唐龙川，他是强调坚持这一点。你病了数十日，如果说只病了两三天没有关系，你病了好几十几天了哈，很这个一段时间了。第二个就有数十，有陈年的食物在里面没有排出来。好，我们要恢复它的胃气。当你用处方清除它的时候。这个素食呢，就好像哈，你原来这个素食闷在里面，你看不到这个热。当你一清它的时候，热就会跑出来，这叫做伏热。好，所以有我们怕病人有伏热的时候，因为脸色是黑的，这是胃，我刚刚讲过是胃气哈，胃气。好，怕胃里面有伏热，伏热不清掉的话，这是食物的毒素，是沼气。所以才会加石膏在里面。这个石膏呢，好，比如说你一用，我一般用石膏呢，大概一两、二两都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好，这里是寒症会出现到用到石膏的原因就在这里面。好，那就是因为久病。如果是刚得到了，不需要，刚得到不需要。我们后面还有个汤方呢，你看，这是虚者就好了，实者吃了三天以后病来复发。好，这个是代表有实症在里面。这个时候木防己汤石膏呢只能去热，不能去实。所以有实症的时候里面有我们要靠芒硝，它就加茯苓加芒硝。加茯苓为什么？排水把它排掉，好，同时呢芒硝把实症攻坚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木防己汤里面把石膏拿掉改成茯苓跟芒硝的原因，因为它是实症。所以虚着好当场就好了。好，虚着就是我刚刚讲过，因为病了一段时间了，所以里面会有伏热。好，所以久病呢我们会考虑到两种，一种是素食，一种是伏热，这就是看脸，所以脸色上的气色。所以从这个汤方呢，诸位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还有一些什么小青龙汤，本来是表寒里寒的，好，妈烧将军归无草丸，对不对？还有小青龙汤加石膏，那老师他小青龙汤是很寒的，对，去很热的药，要去寒的，那加个石膏进去，这种都是有伏热，有伏热素食在里面，好，要病的比较久，好，还有就是淤血，久病必有淤，好，那我们治疗那个癌症肿块的肿瘤的时候，我们会一定会想到一定会有淤血，好，所以病太久了，好，都会有这些延伸的问题在里面，好，那人体呢是因为人体非常精密，所以你即使得了很重的病，哈，除非是心脏病。心脏病一发就死，可是中医的这是对西医来说，对中医来说发这些有预兆了。刚开始心脏有问题，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从你一个脚趾头开始冷就开始动手了。你西医呢，等到膝盖还是说，我太太脚还比你还冷，对吧？所以才会死在西医手上。那中医不是这样子啊，你一个睡不好觉，脚冷，我们马上就开始动手了，啊，绝对不可以等到要发病了再去动手。好，那所以我们人体很精密。所以当你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不见得会死，但是身上很多累积很多东西，好，就像我们这个影片讲的有浮影啊，好，有滋影啊，好，像是滋影啊，有流影啊，好，这种都是原来身体就有问题的，好，所以才会出现主方是这样子来做加减虚症和实症的变换。好，那诸位现在就学到了，好，我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一个人脸是黑的，肚子大大的，第一个你要想到木防己汤，第一个就要想到这个。好，啊，那可能呢，它是里面内症，可能是好胆囊癌啊，好，或者是啊肝硬化 whatever， 好，都可以用。
好，这个里面呢，诸位看好，我再回台一下。这个木防己，防己呢，是我们用的很常用的一种药。防己本身入三焦，三焦系统，好，所以病人水肿或者是有关于三焦的病，我通常会用到防己。比如说喉咙的你的甲状腺、扁桃腺啊，耳朵的这个，还有你的腮腺肿大啊，咽下淋巴的肿大，对不对？啊，那个睾丸呢、啊，反正是腺体，有没有？好，都可以用到防己。所以我们防己黄芪汤有没有？好，也是用在防己，所以防己是很好用的。经方里面呢，我们是用的木防己啊。过去呢，我们有人用汉防己，什么好，里面有马兜铃酸啊，什么样，那个都是不对的。我们经方本来就用木防己。张仲景这个时候就讲了木防己，所以当年他就知道汉防己不用啊，很厉害啊，对不对？那他怎么特别讲了木防己？因为防己你到市场上，好，你跑到这个我们很有名在石家庄嘛，石家庄的安国市场哈，里面是中药的很大的集散地。你讲一个防己，你要说你要哪什么防己？好，就很多选择。你说我要木防己，他好，他就给你木防己。好，所以你不能跑去我只要防己，你要买防己找不到的，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防己。那经方在用的时候一律用木防己。好。所以这个主力的处方是在防己上面。好，那个人参呢？好，为什么一直跟在里面？因为这个症状的时候，是因为前面病人一段时间了，二三十天了，好，或者四十几天了，这个病人里面有前医有吐有下，反正是病人到你手上吐得很凶，或者下痢得很严重，张仲景都会放人参进去。好，人参进去就是补虚嘛，哈，那个把肠胃津液补一下，滋补一下，好，好，那这个处方呢，好，就把石膏拿掉了，好，用芒硝去攻石，好，同时呢，茯苓呢，好，来排水排掉。茯苓本身这个药很好玩，你除了利水以外，本身茯苓呢，好，这个色白入肺，啊，有滋补的功能在里面，好，所以茯苓是很好使用的一种，好，我们常常在用的一种药。这个滋饮，好，心下有滋饮，也是在心的这个心下，就是讲胃的地方，好，心口的下方，这个是我们膻中穴心下这一块地方，好，如果有滋饮的时候，病人的症状就是昏眩的很厉害，晕眩的很厉害，好，那诸位前面学过了，老师啊，这个我们晕眩的时候，五苓散、苓桂速甘汤。还有真武汤，对不对？啊，都会晕眩。还有前面讲过了，那个中风的病人呢，啊，有速复汤，用白术、附子、生姜、甘草、大枣去治疗极度的晕眩。啊，病人是中风、极度的昏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处方。那有很多处方了，老师这里又跑出来一个，这个苦冒险的泽泻，啊，泽泻汤，因为重用泽泻，啊，这个汤方呢，两味药。泽泻跟白术两味药啊，这个滋饮呢会这样子用，是这个来自脾，好，脾有积水，好，是来自脾脏，所以病人这个滋饮呢一定会告诉你，我左肋啊，这是临床的经验了，左肋痛，左脾在左边呢，肝在右边，左肋痛，我们。临床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样子？因为你看这个处方就知道嘛，这是根本就是为了脾脏去设计的，因为白术本身就入脾啊，对不对？那我们用白术的时候，我们用土用黄土去炒过白术，就是希望入脾土嘛。好，白术跟泽泻看就知道是入脾脏，那他病人临床上看的时候，就是左肋痛就可以跟苓桂煮甘汤、跟五苓散、好跟真武汤做个区分，好。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泽泻汤好五钱，白芍那个白术两钱。你如果同样的处方加上白芍加上一两的时候，再加上茯苓，啊，哦五钱，好，这个白术两钱五钱，好，加上厚朴呢能够入脾脏，能够宽肠，好，光是泽泻汤这两味药，再加上这三味药，脾脏肿大就够了。
不需要别的处方，病人一吃下去开始小便，肚子开始消，哦，肚子开始消，所以好，脾脏肿大的时候，病人呢也是没有办法站起来，头会昏眩，最主要的特征呢，左边肋骨痛，哦，也是一样，肚子心下脾啊也是有支眼啊，也是有昏眩，看起来都很像，实际上它是左肋痛。好，那不治疗它的时候，到时候脾脏整个跑到整个腹部都是脾脏啊，这个腹部脾脏会肿得很大，垂下来垂到那个腹股沟的地方啊。那这个症状呢，好，这个冒眩还有加上眼前会发黑，好，眼前发黑，如果病人没有支引，蹲在那里一站起来，眼睛就发黑，这是贫血啊。好，那这种呢，心下有指引的时候，昏眩的时候，眼睛有发黑，好严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来自脾脏里面积水啊，都是泽泻汤。好，第195条，好，啊不，这边在后面啊，这边指引胸满者。后补大黄汤，好，老师一看，老师说后补只是大黄，又老师不是小承气汤吗？又来了，好，小承气汤又来一次，好，像这个里调变的滋阴胸满呢，为什么会用后补叫做它称作后补大黄汤？好，因为这个滋阴呢是由小承气，是因为小肠下焦不通，下焦便秘堵到了。造成滋阴的，好，所以才会用到厚朴，重用的厚朴，好，厚朴呢，这个药呢，好，降逆气，临床上看的时候，大家不要担心，为什么不要担心？因为病人来的时候告诉你。啊，我这个胸肋这边很胀满，你偏脑海里面不要去设定有没有什么滋阴。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哈，跟读书的时候不一样。你在看病的时候，病人进来的时候，你先脑海里面先不要想病人是长什么样子、什么病，你先脑袋里面要空空的嘛，好，不能两片树叶在前面。所以我在看病人的时候，脑海、肚子、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先坐下来先听他怎么讲。好，所以比如说他听到告诉你啊，这个我这个胸肋这边很胀满，很难过。然后你就问他，你睡觉如何？我们有问大小便啊，对不对？你哪有当医生，你不问病人大小便如何？好、哦，胃口如何？他告诉你便秘了，哦，排气的很严重。这个我们所谓降逆气有两个气，第一个是排气放屁，还有个气往上升，哦，就是他的膈气，都是属于排气，都是有重用厚朴。所以一个人肚子很大，放屁一直在放屁，气很多，就是厚朴好要重用。这个厚朴重用的原因就在这个，因为它气很盛。好，所以这种滋阴呢，用不到排水的药，好，利用好小承气汤把厚朴重用，大便通出来，这个胸胁苦满，好，心下痞的现象就没有了。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调变在这个地方。好，这里呢，又回到亭里大枣泻肺汤。跟前面痰饮咳嗽互相呼应的哈，我们的肺的肺痈，好，当我们有滋阴的时候，病人没有办法呼吸，肾上肌没有办法躺下去，这里会用到亭立大枣泻肺汤。诸位在我们练肺痈的时候知道，亭立子呢是苦药，是苦味的药，寒，所以肺里面一定是有热。盛非常的燥热，热非常的盛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亭立大枣泻肺汤。好，在肺痈，这个热盛就是日久，好，病久了，哦，那失智一直没有碰到好医生，没有用对药，没有治好，好，慢慢嘛会肺化脓了，一样看起来呢也是。滋阴，滋阴就是啊，胸胁苦满在这一带非常的痛，好滋阴。
啊，在肋筋的这个地方痛，没有办法喘息。这几个条件下来，就是跟诸位讲，同样是胸肋痛，它的原因很多，你要分辨得出来。什么时候用厚朴大黄汤，什么时候用天庭大枣泻肺汤，好，什么时候用木防己汤，啊，其实很简单。好，临症的时候，你们跟我临床一段时间，什么都会看到。我们那里很好玩，什么病人都跑来。好，然后常常是我才刚刚讲完这个，跟大家讲完这个案例，我们会用什么处方？然后现在新病人来，我们进去看，一进来他就讲，他讲治这个病，常常会这样子。好，所以医有医源啊，很特殊，很奇怪。好，那这个在接下来呢，这个诸位看着，因为庭里大枣泻肺汤我们前面有介绍过，所以我们就不讲方子怎么用了。好，呕加，你一个呕吐的人，什么叫做呕加？就是比如说孕妇，她从怀孕开始就不断的啊呕，恶心呕吐也是呕加。还有的人呢，就是一常年胃不好，一直在呕吐，啊，呕吐就是呕加。呕加的人呢，因为你吐了很多，津液伤到，本来就该渴嘛，好，这是个 common sense。所以说，呕吐的人呢，本来就是口渴，现在渴者呢是郁结。你只要正常的发展，哈，就是比如说我吐得很厉害，那可能呢是我昨天晚上喝酒喝得很凶，喝酒喝穿了，结果呢大吐嘛，吐完以后当时人就昏睡过去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渴，我非要赶快喝水，这种都是自己会好，对不对？你这样子想就好了。好，那现在有个人呢吐完了居然不渴，对吧？有问题在里面。好，心下有滋饮造成的，所以你如果是呕吐的人吐完没有渴的话，代表这个人有滋饮在那边。好，所以你要查查看你有没有滋饮，你今晚喝酒喝多一点，然后吐完了看啊，我早上口渴，代表没有滋饮，没有口渴有滋饮。好，小半夏汤，小半夏汤呢就是半夏跟生姜，好，很浅的一个处方。好，小半夏汤就是这个恶心嘛，恶心，好，恶心。那这种汤剂呢，只要病人有水逆，因为小半夏汤就是半夏跟生姜两味药而已。好，那你我们临床真的在用的时候，好，张仲景呢，因为生姜本来就是解半夏的毒嘛，所以他就放生半夏进去，啊，生半夏。然后你用姜半夏，本来就半夏生姜再煮在一起，你那个半夏再用姜半夏，你不多此一举，对不对？直接生半夏，生半夏去恶心去呕吐，利水的力量很强，好，一剂下去就中了。好，那你配合生姜在里面煮，病人吃下去不会喉咙没有声音了，啊，好，没有声音。所以生姜呢可以利把胃里面的停水去掉，生半夏可以把胸膈之间的好水把它排掉。好，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好，这是最轻的一剂止呕的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焦利黄丸，这是一个我常常使用的处方。好，这个病人来，我便秘，我心里讲你便秘哦，那哪那么简单的，我要看看你哪种便秘，对不对？看看你是大柴胡、小柴胡、小承气、大承结诸如此类，对不对？或者是麻，或者是大黄，或者细辛汤。结果病人呢讲大便不出来，有没有排气？有啊，有排气啊，啊，哪里痛？啊，这样子，就是，啊，堵在这个地方，哦，这里痛，或者是病人不知道这里痛，有的时候病人不知道这里痛。好，那又有排气，看起来像小承气，痛的部位呢，你的大肠的位置，好，肠间有水气。我平常怎么看这个症状？叫病人躺下来，压压肚子，一压咕噜咕噜很多水声，肠子的中间的确很多水。几焦利黄汤，这个病怎么来的？我告诉你怎么来的，好，很好玩。原来这个人就有便秘，便秘呢就是好大便都堵在这里，好，本来是大承气汤症或者是大柴胡汤症，结果呢受到惊吓，比如说他儿子喜欢吓他妈妈，就是他妈妈有便秘，对不对？回家的时候儿子都在那边会一叫，这妈妈一吓，
这个干燥的大便噗顶到这个地方来。当为什么顶到这里会？因为这个地方正好就在肝脏的下方，肝脏下方跟大肠呢有一个血管是连到，就它正好顶在这个地方。顶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产生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让水跟槽膜呢，分开来，分开，水跟槽膜会分开来，这个水就会渗到大肠的外面来。那要把这个大便清掉，几焦硫磺丸是唯一处方。你用大柴胡、大黄附子细辛汤、什么大承气汤、大黄牡丹皮汤，一点什么都没有用，非要几焦硫磺汤才能去掉。好，这个病由经发来的。然后呢，我在摸病人的时候，每次摸到这个地方，右侧的天枢一压下去，好痛哦！病人，我甚至一摸下去，我可以摸到硬块。大便的硬块，好，你当然隔着皮肤摸，那伸到肠子里面去，手那么厉害，你又不是神仙，我们隔着皮肤摸，压下去很痛，然后听到肚子里面的肠鸣声很重。这个几焦硫磺汤的时候，吃的时候呢，做成丸剂，好，咳者加芒硝半两，口中有津液咳者，哈，就是平常我们不是说光吞，把那丸剂做完吞下去就好了，而是。把半钱的芒硝掉了水放到水里面先化掉，用芒硝汤来把几焦硫磺丸吞下去，因为芒硝要把这个石头，把这个像石头一样硬的大便给打散掉，去芒硝是去石，必须要有芒硝，那这个几焦硫磺汤呢，用防己、焦木就是蜀焦、庭立、大黄，你看这个方子讲很特殊，你就知道。设计这个方子的对药性了不了解？非常了解。这种如果拼凑在一起，就四味药，短短的四味药，经典之药。焦木呢是辛辣的，味的辛辣的。你拿那个蜀焦拿起来吃吃看嘛，辛又辣，辛辣的药入肺跟大肠，入肺好。防己呢能够排水，三焦的水，因为它肠子那个。你堵在这个地方以后，水跟槽膜到了这里以后，水会出来，大便就堵到，同样是便秘啊，但是这个水就跑到肠子外面去了，没有办法待在肠子里面，因为这个地方塞到，那这个要靠肠子之间的水，要靠在就是在三焦系统里面，我们要用防己把它清出来，焦木呢，因为它能熏香发散，在肺上面，它把肺气呢打开来，然后肺气往下降。同时焦木呢又是蜀焦又是驱虫的药，又是驱虫的药，它能够到肠子里面把里面肠子累积到，因为你便秘很久了哈，里面搞不好有虫啊或什么东西，它能够消炎解毒嘛，能够驱虫，也是用焦木，就是蜀焦。那庭立子，庭立子这个药呢，它滴水的力量很强，祛痰的力量很强。为什么它这里要选庭立子？因为它是苦寒，苦寒。这个大便堵在这里太久了，堵在这里太久了，光是靠大黄芒硝还不够，靠庭立，因为庭立可以把水泄出来。大肠就是大肠和肺是表里，所以它会放庭立，所以这四味药，庭立子能够把水清出来，大黄能够把石推出来，焦木能够驱虫，能够消炎解毒，里面你堵在里面太久了，防己能够把肠间的水排掉。它是一味不多，一味不少，就是怕大黄推不动那个硬块，加芒硝下去把它打散掉。这个吃药吃下去以后呢，哇，大便出来好爽，那个病人会回来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大便那么爽过哈。那排出来的时候，那个大便像 potato chips 一样，一片一片的排出来，然后水也排出来，从此肚子就好了。然后很多太太小姐们不喜欢少妇，就是肚子比较大，吃完肚子就平掉了。就穿着比基尼去了，所以他们也说，那我现在很好的，给我多点，下次肚子大了再吃。谁给你这种，给你不能给你乱吃的哈，然后那个人很天真，病人很天真嘛，这个很好啊，对啊，我就常常替中国人要这个发扬国威，就是，然后我常常跟病人说，你看这个药一剂就中，我说中医好不好？中医真好，对不对？我还告诉你一件事，1800年以前就存在这个药了，到现在方子都不用改，还是对症。你就知道你们西医多烂。
好，我顺便就打打中医的广告。好，我没事，你们以后跟我临床就知道，没事就会宣扬一下中医。好，这样子，我骂只是我们私底下关了门骂，对着老外的时候，我都说中医很好。好，那这个一定要做丸剂，要做丸剂，好，要做丸剂。那粉汤剂呢？到汤剂，汤剂的时候你吃下去哈，汤走掉了，汤只是荡眼嘛，走掉了就大便还是堵在里面啊，这吸到那里很强啊。好，吸在那边，好，所以说一定要用丸剂才能攻得出来。接下来呢，好，这个小半夏汤加茯苓，半夏跟生姜就是小半夏，再加一味药茯苓。这个药是什么时候用？就是用这个用在这个症状。平常都好好的，突然之间就呕吐了很严重，好，胸下痞，就胃里面胃脘很不舒服，好，那隔这个是为什么？因为隔间有水，这种隔间有水旋即呢都是水喝太快，好，因为这种是偶发一次，你一去就好了，不是平常就有的。那我们有时候常常运动完流大汗，口很渴，那喝水就躺就这样好仰在那边就灌下去，好，还有的人呢，很太懒了。好，就躺在沙发上喝水，因为喝水就是喝水嘛，你坐到为什么躺到，而且就有的人就躺到就水隔到，好，吐出来了，吐出来已经隔到了，那怎么办呢？好，那就要用好小半夏加茯苓把这个水排掉。所以不单单是读书，好，平常喝水要姿势要坐正，好，要不要躺到喝。好，那小朋友呢，小孩子会遇到，你发现这个小朋友奇怪，怎么老是吐奶啊，以前都不吐，现在吐奶了。好，偶尔突发一次的，就是小半夏加茯苓汤，啊，小半夏加茯苓。如果是常常每天在吐的，好，那就这个药不够了，你要用五苓散。所以五苓散很好用在小儿科，好，也吐好，这个还有这个那个小朋友水肿，小孩子水肿，还有呢那个精液很多。如果那个他你那个病人抱了小 baby 来，哦，那个医生啊，我这个小 baby 啊，这个口水很多，每次都要换那个围兜啊，一天要换那个十几张，这个口水不断出来，也是五苓散症，啊，所以水太多了哈，也是五苓散症，啊，所以五苓散非常的好用，好，好，刚刚好像你看下面就来了哈，就五苓散症，好，像这个瘦人。脐下有动悸，肚脐下有动悸，吐黏膜，啊，口水很多，而有癫痫、头昏啊，很严重的，啊，这个头昏，啊，而且讲到癫的话，就有一点，啊，昏迷的现象，啊，人会躺下去，这个是水液，这种都是水症，啊，水症他现在吐黏膜了，就告诉你是水。瘦的人呢，肚脐以下就是我前面就介绍过，是这个是茯苓，对不对？是有水的下面，啊，肚脐以上的动悸呢是桂枝，那如果肚脐后面呢，刚好在肚脐就是上下的中间，在肚脐上面动悸呢，就是桂枝茯苓同时加进去了。好，五苓散呢，诸位看，猪苓茯苓泽泻，好，这个白术桂枝，那这个汤方，好是标准的经方用了。好，温阳利水的一个处方。温阳，像我们常我桂枝用的很多，好，桂枝用很多，桂枝实在是很好一个药。那你这个是属于行阳的药，好，你看里面就看不到这个白术，什么不是？抱歉啊，看不到白芍，因为它是阳药，好，因为水会累积在身体里面呢，是阳不足，好，阳不足的时候，你不用开阴药，开阳药给它，那一行阳，它水就动，好，所以桂枝下去只是感觉到好像是就推它一下。他就啊，那白术后面把它丝收敛起来，然后茯苓泽泻，猪苓呢把它从小便消导出来，好，所以我们利水的处方呢，好，五苓散非常的好用，好，所以临床上的时候，我们用在像我们治疗尿毒，好，当然五苓散在里面，只是一个处方里面有五苓散而已，不是就是五味药来治疗尿毒啊，好，我们用在尿毒上小便排不出来的，好，还有那个。偏头痛，痛得很厉害的，好，任何你只要看到，不管他是这个偏，我们在临床上五苓散都治过头痛哦，他是头痛，可是你问他，你口渴不渴？很渴，那小便好不好？小便不好，小便不利啊，哎，他的头痛的小便不利，
口渴小便不利是标准的五苓散症，所以他这个头痛是因为水表水没有退掉，水把那个血管包住，那才产生的头痛。五苓散一下去把这个水利出来，头痛就好掉了。好，那你如果说你不了解，不去想这个主要的症状啊，你就看到你知道，老师我只记得这个头昏眩的时候，晕眩的就五苓散，晕车晕船的时候五苓散啊，头痛你就不知道用五苓散。好，你只要记得五苓散主要症状就是渴、小便不利。好，好像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好那个小孩子那个口水太多了，好，都可以用。好，还有呢，一种癫痫，有一种癫痫很特殊，癫痫哈。有一种癫痫呢，病人会告诉你，这种癫痫呢，病人一看到水就发癫痫，就是五苓散症。好，他不能见水，那你很坏的人就对吧？就可以害人了啊！没事要拉发癫痫，给他看一下水，他就发癫痫。好，不，那你诸位只要看到这个症状，见水啊，所以五苓散是温阳利水的药啊。所以你在临床上以后看到，只要有关系到水饮的啊，都可以考虑到五苓散。五苓散是非常好用的，包括我前面刚刚跟诸位报告过，过去古代的医案上面，在瘟疫的时候，五苓散症、五苓散都可以好治疗瘟疫，非常好。好，因为毒嘛，哈，毒从外面来，停在身上，好，用五苓散，好。好，这个呢，又回到石枣汤，咳加其脉弦，弦脉就是水，好，为手血也，好。临床上的时候，诸位以后有机会实物上看的时候，我常常摸到石枣汤的脉，有时候一摸，我马上让他们去摸。你们每个人摸一遍，好，以后你们人多啊，那病人就很累的，大家都摸他手，就十个人，好的，大家去摸一下，血的确是血脉，好，那我对血脉最了解，因为我常常玩琴嘛，哈，一摸着血脉，好，那你不晓得血脉是什么，没有玩过琴就不晓得血脉是什么，好，那有知饮家咳烦胸中痛者不足死，好，治100日或1岁宜食枣汤。这种的知饮家，我前面昨天跟诸位介绍过案例，那个小姐，你看她人瘦瘦小，很漂亮哦。天哪，气喘20几年还是食枣汤症，还没死，你看很好玩了、哦。她只是说那个知饮的很严重，上身下身哈、哦，中间呢把人变成两个人。她说我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人，中间这个哈、哦、有东西堵到那边，知饮嘛，悬饮的一种，脉是非常的悬，啊就开食枣汤。他吃完就，他说我人变成一个人了，中间衔接起来。所以你说食枣汤好不好用？好，那每次我用给病人吃的时候，一剂就吃的时候，病人说你的药真好啊，为什么吃下去就第一碗就很好了？我说这个1800年前就有了吧，好，不需要新药。好，这是我最喜欢用的口语。好，中医呢？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症状很雷同，那因为我们是按照辨证来论治嘛，所以如果没有看到病人的时候会有误差，因为病人陈述的不见得是你想要的，有的时候病人讲的跟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自己去摸脉把它查出来啊，好，常常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最好是临证面对面看，好，尽量不要遥控的看，好，待会我们继续下堂，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堂继续开始讲这一条，好，休息一下。这个久咳数岁，好几年了，咳了好几年了，脉络者可治，因为你是一个久病，久病的人不管不单单是咳了好几年，任何病，久病呢，脉络就是脉证是合道的嘛，因为你病了很久了，你人应该是虚弱的，那脉是弱的，就是脉证合，这种都是很可以治疗的。如果是十大数者，反过来，你病了那么久，结果脉突然变得很实、很大、很数，这种都是死症。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阳浮上来了。好，阳呢要潜在阴里面，所以正常人呢，阳在这边，阴在周围，好，把它包住。但是呢，久病了以后，
阳浮上来了，等于是哦，阴阳呢，哦是分隔，哦的一个状态之下，哎分开来的话，就是实证。好、哦，那虚者呢，这种久咳的病人，咳了很久的虚者，就头昏得很严重。好、哦，因为这个人呢，本来就有滋隐在胸中固也，所以任何人只要久咳、久病，他没有好。头会有昏眩的话，都代表有滋隐。好，那滋隐我们就要看它的滋隐在哪个位置上，我们决定开什么处方。那老你说老师的这个隐病，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隐病，老师一开你看好隐病，我们分了张仲景分了很多条辨，把它归纳起来，包括滋隐啊、悬隐啊、好流隐啊什么样子。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身上有积，这个积呢？不单单是珠玑大法里面的肿瘤肿块，当你有水累积在里面的时候，一点点还没有作乱的时候，你就把它治好，那以后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好，所以说，比如说你有时候吃啊，我吃的太阳温病，我吃了葛根汤，一吃了葛根汤以后，汗发一点点出来，就大便下痢了好几天。这个葛根汤本身并不是这个攻坚的药，就为什么下痢，就是你的瘾排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吃了汤剂以后有不同的反应出来，就是你本来就有瘾在身体里面，啊、哦，这个滋隐。所以说，最健康的人呢，是吃东西是细嚼慢咽的，啊、哦，喝水就慢慢喝的。像我们跑出去吃东西很快，速度很快，哦，然后以后大家去张大姐就知道了哈，啊、哦，所以我就很讨厌蜈蚣穿鞋，因为我速度太快了，大家就穿鞋，我已经结束了。好，这个。那常常你吃东西吃太快，或者是喝水喝太快，都容易有隐在身上啊，隐、哦、在身上。那隐在身上最主要都在胸肋这一带啊、哦，在胸肋这一带。好、哦，那葛根汤下去或麻黄汤下去怎么样？你一发，因为一发表上面一，你好像那个我们那个针那个吸管，那你放到水里面吸，按到这边拉上来的时候，这个吸管水就在这个地方。当你毛孔一打开的时候，水就往外跑，所以隐就会排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会。喝你说小健小柴胡汤啊，或者是葛根汤啊、麻黄汤，你常常会有排一些。咱们老师，我怎么下痢那么严重？就是隐排出来，好、哦，隐排出来。那你排的下痢越多，越黑，越水越多越好啊、哦，就是颜色越黑就代表越久了啊、哦，久病。再过来呢，咳逆以袭不得卧，小青龙汤主治。小青龙汤主症很多，这个有咳逆以袭出现的时候，一定是病人有表寒里寒。如果没有表寒，没有里寒，它就是咳逆以及不得卧的话，是实导汤证。好，所以说大家绝对不会弄错，不要紧张。好，老师怎么搞都很容易，症状都很雷同，对不对？好，这就是需要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轻诊。我临床看病人的时候，哈，都不会失误。为什么？因为他就在我面前了。好，我一看，我可以马上分出来到底是小青龙汤还是实导汤。所以小青，你会用到小青龙，一定是有表证。还有里症，同时有表寒里寒，光是那个咳嗽不能以袭的话，你不能光靠这个症状来判定用小青龙，搞不好就是实导汤证。好，好，接下来呢，诸位看这个后面的条辨呢，出现的处方就是病人呢本虚。本来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啊，比如说你这个病人是劳症，那平常就很弱，精神就不好，啊，走路走一段路就受不了，哈、啊，爬楼梯爬个两那个二楼三楼就受不了，哦、啊，像我们爬十楼都可以爬，哦、啊，他爬二三楼就受不了，本虚，就他得了小青龙汤，那像我们这种，你小青龙汤开给我发个汗，甚至于我小青龙汤的症都不会得到，为什么？因为常常练功夫嘛，哦、啊，那你得了小青龙汤症。如果发汗发太过的时候，病人本来就是虚弱的，原来就是虚弱的，他得到小青龙汤症，结果呢，你开青龙汤，汗发的太多，现在的辨证就在这个重点在这里。好，小青龙汤喝下去以后呢，病人多唾，好多口燥，嘴巴里面很干燥，唾液排出来很多，寸脉是沉，代表病在里，尺脉是微，好，这个很虚弱。
手脚是立冷的，冰冷的，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臂啊，其面啊，这个细热如坠状，阴腹下流，阴谷好，小便难。这个十副帽子呢，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好治其气冲。为什么是这样子？好，本虚之人呢？我们一发汗的时候，啊，汗悸，小青龙、大青龙都是汗悸。汗悸呢，是从把肠胃的津液发出去，所以你吃了小青龙汤以后，胃的津液和肠胃的津液发到皮肤表面上，病人就汗得到汗了。强壮的人呢，津液发出去，哦，他就这个病走掉以后，津液自己会回来。哦，还有小青龙汤里面呢，还有一些像甘草啊，好，大青龙汤里面一些红枣啊，这种好甘草之类都可以补足，好散发出去的津液。本虚的人呢，就不是这样子了。你大青龙、小青龙汤一下去以后，津液不够了，哦，结果呢，你虚掉了。此脉是为，此脉是血脉，哦，肠胃是血之源，血的源头。那你一发掉以后呢，此脉变小了，手脚的冰冷，心脏力量不够了，因为它本虚嘛，哈，手脚冰冷，我刚一再跟诸位强调，心脏。如果正常的时候，心脏搏动产这样蹦蹦蹦蹦摩擦产生的热，中医定义为火。当你的心脏力量不够的时候，手脚就会冰冷，好摩擦力量不够。这个时候，这个气呢，就是我们人的中气，在丹田小肠的地方。那你一发掉以后，阳发出去的，这个精液发掉了，好。阴也发，到抱歉哈，阴发掉，津液散掉，津液散掉以后呢，这阳就没有办法固守在小肠这边，这胃和小肠的热就会往上冲，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从少腹，好，一直冲到咽胸口这边，那手脚麻痹，这个胸和心脏和小肠，小肠本身呢管脚的循环，心脏本身管手的循环，所谓。我们所有感觉就是阳能够透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叫少腹的阳呢能够透达到四肢的末梢。当你津液发掉不够了以后，阴不能固守，阴缺掉了嘛，因为发掉了，这个阳呢就会往外走。一往外走的时候，这阳往上升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到手脚的哦这个循环，所以说手脚会有麻痹的现象，面热如坠状，因为这个阳呢冲到脸上去。那羊会回头啊，羊不会一去不回来的哈，羊去不回来的就走掉了哈。那如果说羊回来的时候，又往回下的时候，它就会感觉到下流到阴谷，热气哦跑到又上去以后又回到阴谷者哈。这个时候小便很难，为什么小便难呢？因为羊已经散掉了，同时呢阴精也不够啊，因为发掉了，所以这是虚症的人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里解释啊，十副帽子。这个很好玩，临床上看到这个什么叫十副帽子，病人会跟你讲，医生啊，我这个好、哦、这个咳逆啊、哦、很厉害，然后这个其他人不要管他，他说我有个症状很特殊，老是感觉到额头上面有个东西照到我头上，好像戴个帽子一样，好像有个东西附在额头上 头顶上，就盖到永远有个帽子盖在那边。你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比如我们那个柚子有没有切了以后，那个把它切开，那又是戴到头上好玩，啊、哦，皮嘛，就感觉到永远有个东西戴在头上，有帽状，啊、哦，所以我只要看到这个病人，他说好像有一圈头上的把我箍到，好像金箍棒一样箍到，或戴个帽子的，我一律开这个处方，哦，那这个处方呢，桂枝、茯苓、五味，好、哦、五味子，这个五味子呢，就是能够降这个冲逆。五味子药很好用，好、哦，五味子为药物的是酸收，酸主收敛，好、哦，同时呢，桂枝能够行阳，茯苓呢能够好，炙、哦、甘草能够把散失的津液呢补回来，好、哦，这个茯苓呢，好、哦，这个在这里，这个是因为
精液流失了，我们为什么要用茯苓？这个茯苓这个药很好玩，在《本草》里面它是利尿，可是我一再跟诸位强调，茯苓是色白入肺，颜色白的入肺，所以我们常常在使用茯苓。这病人口渴，我还是用茯苓。老师啊，口渴你怎么会用茯苓呢？茯苓可以增润精液，好，因为茯苓颜色是白的，好，真正的茯苓拿起来切片以后啊，拿起来对着灯光看，里面可以看到精啊，那就好像那个那个萝卜切开来以后可以看到有精在里面，这是真正的茯苓。你如果买到假茯苓，好，可能就是面粉做的面皮，拿起来看精都没有，好，一丢它一煮就变成疙瘩，好，这个好是假的，好。那真正的茯苓呢，除了这个利水以外，它能够好增润津液。那这里呢，茯苓用的它，因为它有小腹上冲，气冲小腹上冲，肚脐以下的动悸都是要靠茯苓，好，就是水，好，靠茯苓。那桂枝呢，能够让阳回头，好，所以诸位看，用阳药，我们一般就用桂枝，好，用桂枝。那五味子能够把这个冲气下降回到这边来，好，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处方呢，好，就是这四味药而已。临床上看的时候，还有的人呢很好玩，他耳朵好，他被车子撞到，或者是这个有个病人是开车子，好，是女孩子嘛，讲手机以后就撞了树，一撞了树的那个气垫哈，那个安全气囊通通出来，就前后左右通通出来，好，那这边打到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就这边砰气囊打到这个地方，好，他最后讲手机很不好，好。那结果呢？耳聋的很严重，耳聋的很严重呢，又是外伤的严重，对不对？他来的时候，他说我最奇怪的，好像从那个车祸以后，每天好像戴个帽子在头上，又加上四味药，一剂就够了，就好掉了。吃完以后，耳朵聋也不出来了，头帽子也不见了。好，那我们那边呢，还有人哈，跳伞被女孩子打手机，女孩子也跳伞讲手机，就撞了他因为在空中被女孩子啊。他们一起跳下去，那女孩在空中就打电话给他朋友啊，说你看我在空中打电话给你，就专心在讲电话，就在空中撞上去，撞到他下来就脚受伤。那个病人来找我说你脚怎么受伤了？跳伞那个女的讲手机把我害到我，结果受伤。所以女孩子哈实在是很坏，什么时候都要讲手机哈，那么有那么重要吗？对不对？这种事也有，病人就这样子跟我讲啊。好，那我说那女的有没有嫁给你赔罪啊？好，至少要把你害成这样子。好。讲手机，好，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小青龙汤恶寒的时候，同时遇到本虚的人产生的动悸，哈、哦，那吃的桂枝茯苓五味，哈、哦，甘草汤以后呢，冲上冲的气下降了，但是咳的又加重了，好、哦，我们降回来的话，代表津液回来了，但是病人有咳嗽，这个时候呢，好、哦。胸满者代表阳气足了，阳气很足的时候，我们桂枝就不用了，加干姜细辛来治它的咳。好，肺里面有咳的时候，这个冲击降下来，胸满这个地方是寒症。好，胸腔里面的寒症，因为病人本虚嘛，本来是虚的，那你用一吃下去以后，好，这个虚那个冲气降下来了，但是寒还在这个里面，寒还没有去，寒还没有去的时候，好，我们就加干姜跟细辛来治他的咳嗽。好，干姜和细辛止咳，好，去水利水以外，干姜呢温中，能够好，干姜是色白，也是入肺。好，那这个处方呢？好、哦，是用在如果说，好、哦，这个病人吃了青龙汤以后，好、哦、发生冲气往上冲的现象，然后去吃了桂枝茯苓五味甘草汤，吃了以后又发生这个事情，一般这种症状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病人本来就有滋饮，一般这样就好了。可是如果还有滋饮在身上，还有滋饮在身上的时候，你吃了。桂枝茯苓五味炙甘草汤以后呢，冲气下来了，但是呢，因为你发汗发掉了，就里面原来停在身体里面好几年前的滋饮呢，又跑出来了，
啊，这种知影呢，都是在脏腑之间，有的时候在肺和热胸热之间，热膜之间，有的时候在纵隔腔，有的时候在心包膜之间。那你小心脏它发掉以后呢，这个空掉了，空掉了会他们会补位吧，会又补位，所以这个会有这个汤症出现的，就本来还是有知影在里面，又回头又有知影了，啊，所以说才会有寒症的现象出现，啊，因为知影是水嘛，啊，所以都是利水的药在里面。这个处方呢，好，把干姜、细辛放进去，好，所以有这种现象呢，哦，这个因为它胸满，我们这个当我们发现到胸阳过亢、胸阳太高太盛的时候，桂枝要拿掉；胸阳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放桂枝下去，因为桂枝是阳药。那这个胸阳太足了，我们把桂枝拿抽出来，好，不要用。接下来呢，你看哈，这个人呢，我们前面加了处方，加了干姜跟细辛以后呢，咳满停下来了，冲气又来了。你说老师这个那么麻烦，你看好了这个坏的那个又跑，冲气又冲上来了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张仲景就说了，因为细辛跟干姜是热药，那吃了以后，本来这个热药吃下去本来是不口渴就渴了，人只要口渴，好，病人就回来了，哦，那。而咳繁殖者，本来应该口渴，吃了热药应该口渴啊，吃了没有口渴，就是还是有知影在里面，哦，知影者法当冒，冒者又开始呕吐，好，哦，这个呕吐呢，这个知影就是从胸膈，可能从肋间这个胸肋这个地方，好，哦，在这个地方，好，哦，冲上来，往上冲，好，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恶心的现象。恶心的现象呢，我们就加半夏，半夏。小柴胡汤里面会有半夏，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胸胁苦满，胸胁苦满。那胸胁会苦满，就是因为里面有水停在这个地方，哦，所以我们淋巴区很大的淋巴线的地方呢，哦，都会有，哦，这个比较容易停水，哦，这种都是原来就有知影的病在里面，才会有那么复杂的现象出现。所以你看，如果你治疗一个咳嗽，哦，遇到医师啊，怕治咳嗽，就是因为有这个辨证，常常有一些影在身上。好，那现在讲的就是一些变化的方式。你吃了小青龙汤，吃完就好了，就最简单了。吃完了，表寒里寒的症状都没了，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就要慢慢，好，去探讨它怎么回事，好，再去加减一下就可以。现在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好，好，那你如果说。你加了半夏以后，半夏把那个胸膈的水排掉了，半夏是止呕的，对不对？恶心我们就半夏，呕也停掉了，你半夏也吃进去了，到药对了，吃下去以后，这个人呢，行肿，哎，有点浮肿的起来了，好，这个时候加杏仁主治。为什么会浮肿？因为他是本虚之人，原来就是虚的，肺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好，哦，会有一种行肿的现象，肺的津液还不够。这时候我们加一些杏仁下去，好，所以杏仁是润肺的，好，色白入肺，好，而且辛香，好，这个本来呢看起来我们这个病人浮肿，好，看起来是老是应该有这个汗迹嘛，不是有水吗？好，其实这个为什么不用麻黄？因为他是本虚的人，肺里面津液不够了。你如果误开麻黄的时候，病人会昏厥了，因为津液已经不够了，好，所以你治好他咳嗽了以后呢？表征都没了，好，哦，还有一点浮肿的现象，要用杏仁去增润它的津液。你如果说老师我没有杏仁啊，哦，我说吃点水梨，任何色白的入肺，好，哦，麦门冬都是白色的，好，哦，都可以用，好，哦，当然杏仁是最好。这个杏仁过去我们用在治疗肺结核的时候，杏仁都好，哦，是立大功的，好，哦，立大功的，好。所以你如果吃麻黄的话，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血虚的，麻黄呢再把它阳发出来，血会更虚，这是本虚之人。所以这里这个调变呢，大家要注意，贫血血虚的人不可以用发表的药，不可以再发，哦，用麻黄。所以麻黄呢要小心，因为麻黄是阳药，好，哦，发它，然后麻黄是阳药。
那后面就是宁干五味姜，好姜心拌下杏仁汤镇，好，这个处方就这样来的。好，我给大家慢慢建立一个观念，因为后面我们会开始用到，好消渴的时候就会用到。中医里面呢，血呢也分阴阳，任何东西都有阴阳，光是一个血它里面有分阴阳，血的阴呢就是血，血球，你的观念里面就是西医讲的血小板啊，红血球啊，就这样。阳是什么东西？阳就是水，所以血管里面一定会有水，一定需要水。哦，你如果你开麻黄，一下去把水发散掉了，麻黄并不是会去伤血，而是它把血管里面的水排掉了，所以它伤血。这样你了解意思哈、哦？所以麻黄用的时候，用汗剂的时候要小心的使用哈、哦。那常常我跟诸位讲，我们为什么麻黄跟杏仁在一起并用？因为杏仁是入肺，它可以把这个血里面的水补足啊，好补足起来。好，好，这里呢，如果这个病人呢吃了苓甘五味姜辛半夏细辛汤以后，好加杏仁汤以后呢，面热如醉，这是胃热上冲熏其面，好脸红红的，好，这时候加大黄，好，需要加大黄的时候，大家记得大黄只是祛湿，好祛湿。好，就变成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好，这个处方的加减而已，好，没什么。好，病人呢，你怎么知道他是饮家，身体里面有饮带到，有囤积的水带到，因为他不是说真的水肿啊，水肿你可以看得到水肿，对不对？一饮的话，小青龙或大青龙嘛，他这个饮就是停在中间。病人呢，这个条片讲的就是这个，先渴。渴了以后又呕吐，对不对？你这口渴，你拿水给他喝，喝了又吐掉，这就是水停心下，这都是饮家。所以你口渴喝水下去是正常的，口渴喝水下去就吐掉，就是有里面有饮停在里面，这些都是协助我们来辨证，知道病人有饮家。当我们发现到里面有多余的水停在内脏之间，或者是组织或者胸肋之间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把它去掉。为什么？因为这个水就是最好的生病的疾病的环境啊、哦。这个水在那边，水是什么东西都需要的，所以癌症也需要水，好、哦，病毒也需要水，寄生虫也需要水，好、哦，所以你这个水平常哈、哦，我们就要把这个那个瘾排掉，身上不要有瘾，好、哦，就是我们为什么练功夫，好、哦，你把身体扭啊扭转啊或者怎么样 ，anyway 就是要把瘾去掉，好、哦，要那这个搅拌下汤。加搅拌下加茯苓，好，都是很浅，好，前面就介绍过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告诉诸位，你从这些地方呢，这些症状都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有瘾，好，有瘾。